在这无边无际广大的宇宙里，我不相信无法找到属于我的天地。从前抱着希望的自己是否还在那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玲。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我的原创单曲《一个人的毕业歌》，都已经有在各大数位平台上架了，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然后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来到学生天团风音乐，除了带来我的原创单曲之外呢，还玩了许多的小游戏。那大家平常可能会觉得我看起来比较严肃，也许收看完整版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有趣的我。那完整版我们就请收看周六晚上7:30的学生天团风音乐。现实偶像，我们台湾人的永玲。Hello， 大家好，我是永玲，我是来自台北的动漫歌手，然后我平常喜欢唱动画跟游戏的主题曲，我也有在写自己的原创曲，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大家。可以，这段自我介绍给满分，厉害，满分一百分。给满分。我们刚刚一直在想，为什么有虚拟？虚拟跟虚拟是什么？其实我本身没有特别想。你是假的吗？我可以摸吗？不要，请不要这样子触碰。我怕他是假的，摸这里也可以。其实就是我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强调虚拟偶像这件事，我只是不想在 MV 放我自己的脸。哦，所以用一个就是我每次做一首歌，我就会对这个歌有一个概念，然后我就会，因为我的歌通常都是我想象一个女孩子在唱这首歌，所以我每一首歌都是我想象这个女生之后，我就委托一个画家来画我想象的这个女生。哦，我懂了，懂了。每一首歌有特别的女主角，对，有一个就特定的人，非她本人这样子，很厉害耶，哇，好酷哦，对，她都委托一个画家，而且她认真有塑造一个角色给那个画家。嗯，我都会跟她说我要就是这个女生头发要怎样啊，衣服要怎样，然后她要什么姿势啊，看哪边这样，就我就跟她好有想法。通常写歌都是以我自己的经验，对，所以我目前为止出的全部的歌都是可能跟我的价值观或者我人生目前为止的经验是有关系的。我懂她的概念了，是是是，她的概念是因为她自己，她可能会有很多样的个性，然后每一个个性其实是不一样的人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其实类似像24个比例那个概念，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有很多个，所以我月初跟月底也长得不一样。我不想知道，其实。所以你就会去就是设定一个这样的角色，才会设定角色出来。对，因为就是我一方面我是没有那么想用我自己的照片，因为我对自己的长相也不是那么的有自信。不会啊，不会。你这样讲他们两个怎么办？对啊，秦哥，你还不一定要 Q 名字吗？哎，继续。没有啦，就是因为比如说我如果今天写一个爱情的歌，可能就是我向往我谈恋爱的时候我成为这样的女生。哦，然后跟你长相会有一点反差。对，因为我向往的样子我不一定能够变成那样。比如说我可能把那个女生画得很瘦，然后脸很尖这样。哦，然后我没有办法，我有点。不过现在很多那个修图软体啊。对啊。看到本人就知道了，还是不要。不得不讲，他刚刚有讲一个说他的歌是以，虽然我们有提到嘛，他有24个比例的那种感觉，对，24个永龄，24个，但是他有一个点，他是说他是以他的经历去写出来，所以其实这种创作人来讲，他是很吃重自己的体验的。需要那个嘛，像磨合，对啊，因为其实我在挑我找哪个画家的时候，就已经有先考虑这一点。像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做一首爱情的歌，然后那个女生我想要她是性感成熟的样子，那我可能就会挑一个画家，她本来画女生就比较都是成熟的样子，风格，先看那个人的画风。就是不同的人，可能像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今天如果面对的是观众，或者面对的是其他的表演者，那本来就是相处方式就已经不一样。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是家人或者是朋友，就是都也不太一样。讲话的方式啊，对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很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常常被笑，就是我声音很高，然后他们都觉得我讲话声音很尖，然后觉得很吵，对，他们就是说你很吵，哎，你干嘛讲话声音一定要那么高，你那么激动干嘛，就是一直干你屁事。
然后高声音我们列几个都是这样来的嘛，你看林志玲啊，对不对？还有那个特别像娃娃摇摇嘛，对啊，那是不是会有人说你就是很假、很做作啊什么之类的？会吗？还好，可是因为我以前讲话声音比现在就是这现在这个是调整过的，练过哦，调过，不好听的。他笑得很开心。这歌名怎么念？这歌这歌名我不会念的，第一首歌哎，生变。可以，我有取中文歌名，因为我知道大家不会，所以我中文是取叫重生。重生，这首是你的创作。那他日文怎么念 ？Umare kawaru。哦呦 ，Umare kawaru。他的考吗能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重生。这首歌曲呢是叫做《Umare Kawaru》重生，它是我的第一首原创单曲，然后也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那内容呢，大致上是在讲述，就是我以前在舞台上的一路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从我以前在舞台表演，然后到觉得自己实力不足而淡出，然后到后来精进实力，然后再度回到舞台的一个一路以来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就是因为是我自己作词作曲，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词曲呢，感受到我的一个感情。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Umare Kawaru》重生。今でも蘇る かすれた震え声に全てを投げした「あの日の気持ち」「精一杯背伸びしても作った笑顔とは裏腹」「ただただ小さく縮んだ」「それでもまだ戻りたい」「眩しく光った舞台に」「連れて行こう昨日は」
每一首歌它都会有一个设定，一个角色颜色，然后跟一些插画家合作这样子。我们好像有准备一些可以来让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哦，这样可以来看一下。哇，这个是哪一个？就是刚刚的《Umaleka》。刚刚那好，刚刚那一首的。等下你今天穿，你是不是就是想要表达你自己？你今天那一套衣服我是真的有，然后你的那个蝴蝶结啊，我拿那套衣服，然后照片给他说，衣服你就这样画，哎，对，好可爱。那他这个的话，你的设定是什么样？就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的原创单曲吧，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作词作曲，然后因为那首歌的内容主要讲的是跟我在舞台的演出有关系的，就是可能我在舞台演出的过去，然后现在跟如何蜕变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呈现的就是我可能在舞台上比较梦幻的样子。哦，所以可能头发弄一些大波浪啊，然后那些玫瑰花，就是比较有梦幻的感觉，浪漫的那种感觉，有一点，那好可爱哦。然后手是这样，超喜欢，是一种重生的意味。这个手其实我原本想要画的是有点往前伸的感觉，就是往对，往未来的感觉。哦，因为其实我的那个这个 MV 里面这张图其实是有两个，就是表情会改变，然后原本是因为这首歌我想表达，就是我以前可能演出的时候是比较不就是没自信，然后可能不那么好，然后我现在精进自己，让自己变强，所以可能我前一张图是他比较不开心的样子，然后手可能是这样缩起来，然后就会进到比较开心，然后手是张开，就要往前，这样就越来越有自信。对，我觉得这很棒，他把音乐跟这个画画放在一起，就很厉害。好，我们还有下一张，我们来看，这性感的，这个吗？对，性感的。啊，你刚刚说到就是可能比较性感一些的那种感觉，因为这首歌的内容啊，就是今天的节目里也会唱这。然后今天这首歌的内容主要是在讲一个恋爱的女生，然后她是很胸有成竹的样子，就是一定会成功，就是我会得到她，一定的手链挂进去，对，有这个是有在那里面，然后这个就是我比较向往的，就是在恋爱里面很一定会成功的女生，然后就是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这个背景我设定在那种很像就是大饭店的酒吧，水翼鸟巢，先不要那个，我觉得很像在那个101上面的那个，哎，像你想象的水翼鸟巢，高级，那种有点，然后有点酒吧那种，对，高举的。然后其实这边有点看不太清楚，但其实我桌上有一些小东西，那是有细节的，就是有一张长得像卡片的东西，那个其实是房卡哦。哎，你这个很有意思耶，难怪它尺度是 OK 的。那旁边那是什么？唇膏，唇膏，对。就是房卡，就是有点是，如果遇到心仪的男生，就等下再给他，对。哦，好，你看下一张，学生的感觉了。对，因为这张这首歌的啊，这也是今天有要唱的，就是这个是内容是在讲说是一个学生，然后他在班上就是蛮格格不入，然后老师也讨厌他，然后同学也不怎么想理他，然后就是一个孤单的人，然后就是这个短头发是因为我觉得学生在什么样，好像也是短头发比较适合。对，然后。穿的是制服嘛，可是其实有一些小细节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比较叛逆的人，比如说他有戴耳环，他的眼神看起来也蛮，对，就不太开心，对，有点厌世，就是说就是只想赶快离开这，看着坐在座位最旁边啊，对，就是这个看外面，就是我不想理这个班上的人，我看外面，然后戴耳环这一点就是要表示他是有一点坏学生，就是老师都觉得反正他就对，老师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坏学生这样，对，女生 bad girl， I'm bad girl。是，我学生时期很喜欢跟这样子的人讲话，因为你是这样子，这样子，我哪有啊？叛逆，我很叛逆的吗？哦，我很叛逆，没错，来下一张。哦，这个是我跟另外一个女生合作，不是啦，就是。
也是日系，就是动漫歌手。他另外就是左边那个女生，就是金头发那个，那是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她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演出就是会遇到，所以就蛮熟的这样。就是然后就合作一下，翻唱别人的歌这样，就是翻唱一个动漫歌。然后也是她自己给那个我们委托的画家说她要画成怎样，然后我也是自己。那为什么这一张的感觉年纪是偏小的？因为刚好那个画家画风是这样哦，比较可爱可爱可爱的感觉。我以为说就是有设定，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叫年纪，这歌是年纪，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张图是找我自己的一个朋友哦，对。那因为朋友的画风是这样，所以就刚好是这样，蛮可爱的，我觉得蛮可爱的，很酷哎，很厉害。我觉得很酷。那接下来他刚刚讲说就是。他的这个故事很多都是要比较稍微沉重一点，沉重。那我们来玩点快乐的，好一点，好不好？来捏黏土了，好，捏黏土，超不好玩的，怎么会？捏黏土很快乐哎，小时候捏过吗？有，可是就是大概很久没，他捏你吧，很久没有，很久没有捏了。好，那我们就直接来了，鸵鸟开始，好难哦。不会吧？我感觉你应该怎样？不好意思，你剩十秒了。你的麦克风掉了。对对对，他刚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怎么？哎呦，十秒，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时间到，好，好，完蛋了，完蛋了，来换晨曦，晨曦拿过去，晨曦拿过去，这拿不动，可以，不是，我还没有懂他，你要救他，不是，我还没有懂加颜色，我还没有懂你的设计理念，你没有看文件，我是做整套的嘛，不要，好，加颜色，加颜色，好来，感觉分开，下一位，三秒开始，加蓝色，还换，来不及了，还换颜色，十五秒开始，烦了，十三。十二、十一怎么办？十，你到底有在做吗？没有，他完全没有在做。八，应该有 get 到七 ，get 到什么？六，我不知道怎么办呢。四、三、好，二、一，好来，根本没在捏，慌张的要把你捏完。你到底在捏什么了？我是三 D 的。好了，来，有 get 到，有 get 到，你知道我要干嘛？三 D 的，三 D 的，好来。来了，来下一个，等一下，来下一位，可以帮他塑形就好了，你可以调整啊，都可以啊，糟糕，好糟糕哦，你们怎么了？不是题目怎么？来，准备好，来下一个，十五秒倒数，一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他睡着了，八、七。六放空，白日梦，还好不是上一套完，不然来宾真的会睡着。四、三、二、一，来，时间到，走，我张开了，可以张开眼睛，拿在手上，拿在手上，有办法吗？好难拿哦，等一下，拿在手上，有没有办法拿起来？有，可以。那个部分也是吗？对对对，它是两个分开的，然后是这个方向看，对啊，可镜头看，对不起，三个字。三个字，看这个像什么东西？他被捏了。跟你讲，对不起，你看三个字，不用把牌子讲出来。哦，品牌不用，品牌不用。品牌不用，三个字。有感觉。我有一个，再开吧。拼那个，就是那个，看到就是那个变频冷气。就是那个，是比基尼。这个是什么？我刚才是应该是装饰的，装饰。来这里，哇，厉害了，刚好 OK 了，可以，哎呦，好，来，我是怕混色，他们等一下会翻开来的，这样轻轻就用一个就好 ，OK， 怕那个怕变一次性，哎，可是这两个颜色超级适合，不然你再挑一个颜色，来，我觉得他这样下次就不能用了啦，所以两个都用一个没关系啊 ，OK， 好。哦，我觉得拍出来有点难，有点难，因为对啊，好来倒数喽，好，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好难哦，好想吃哦，九，不要这边八，提示，七、六、五，误导提示哦，四、三，误导哦，二、一，还有，
好难哦、喔，真的好难。很难哎、欸，因为要猜出这个很难哎、欸。对啊。哎，如果你猜得到，我觉得你蛮厉害。开始啊。他可以人家主持人哎、欸。很难说啊，他脑子都装什么？要倒数吗？要倒数，好，来十五。我还在现场好不好？十三、十二、十一、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哎呀，有感觉了，越来越有感觉。傻眼！没有没有，傻眼！我觉得他的逻辑就是他必须要那个，不能被哦。好，来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我觉得他应该要。刚刚做的东西都没了。我觉得他刚刚那个很有救场的感觉，然后瞬间崩坏。对对对，哦，就这样。好了好，十、九、八。他连你做的都没了，六，怎么会？五、四、三、二，哇，是讲话很回应的，零，好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很好笑。哎，你可以看了，请来了，请来了，你可以看了，来猜三个字，三个字，鲷鱼烧吗？鲷鱼烧，等一下，没有，我说鲷鱼烧吗？来，确定一下呢，要确定呢。等一下，看颜色，看颜色，不可能吧？蓝色多利鱼嘛？是什么？多利鱼嘛？多利，多利三个字啊，哥哥。Almost 的多利，多利是什么？多利三个字，多利多，多利。对，我刚才讲蓝色的，蓝色。蓝色多利，那是鱼嘛？不太可能吧？你是讲出来吗？不用表示出来。Almost。方向。好了，就多那个多利鱼啊。鬼头刀。鬼头刀，跟他讲的完全都不一样。好了，丝木鱼就这样了。丝木鱼。来，答案是什么？热带鱼。热带鱼啊。是啊，好来，十五秒计时开始，给你十秒就好了。来，十。十五秒啊！十、九、八、七、六，我觉得这个留给别人弄。五、四、三、二、一，这是什么啦？不行嘛，你没有抓到这游戏的诀窍。来，就是你负责一个部分就好，对吧？你们抓到一个部分设计好，然后把框架弄出来。是啊，完全没有。后面的人要重来。有啦，有框架。倒数十秒，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我又把它吹回来。对，这样，这样吧，就这样，棒！大概就这样啊。他把那鱼的压都压下去，是不是傻眼？快哦！来下一个，倒数十秒，十、九、八，谁才掉？七、六。五、四、三、二、一，哎，有了，有了，有了，可以了，可以吗？可以，可以。你打，拿起来给镜头换一下，拿起来给镜头换一下。他说三十年前广告。有感觉吧？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对，五个字，五个字。全名五个字，全名五个字。迪士尼音乐，这我知道啊，知道，你一定知道。音乐啊，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哎，他一定知道啊，你一定知道吗？他看到还不知道，我就很担心他不知道。我感觉我不知道哎，一定知道。他跟动物有关，像不像蟾蜍？有一点。你往火影忍者疾风传猜。是日本的，我还告诉你他是东，哎，是东映吗？我跟你说我没有看过那个，我不知道。好好好，哎，你有答案了，就这个一定听过，就是一定没看。对，小心了，不小心被分享，全部都有。都在换，不小心被分享，之后你走下去又看到了。对。我完蛋，我没答案哎。五个字，随便猜五个字嘛，随便猜五个字。你觉得这个是什么？你觉得它看起来像什么？一部车，闪电车，对对对，然后嘞，车，对对对，你有车就有概念啊，有车了，然后呢，车，它是什么车？玛莎拉蒂，看起来像 March， 有一点像，看起来马自达，四驱车，蒂达兹，四驱，五个字，但是暴走兄弟，是四驱车，你才三个字而已，五个字，你知道有一个很冷门的暴走四驱了。
回力四驱车。哇，厉害了！好，来回。好答案。确定答案吗？确定答案。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回力四驱车，来，正确答案是。你们这念太烂了，没猜对。好，下一把。天主哲哲啦，下个环节来了。我们直接让一个人毕业了，好不好？一个谁？啊？为什么我们？发言给我挤出去。可是我觉得他雏形有捏出来，有啦，看出来，好了，看出来，看出来。下一首歌，来，这首歌就是一个人的毕业歌，我们听一下。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是一个人的毕业歌，那它跟上一首一样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那它也是我现在目前的歌曲里面唯一的中文歌，内容呢也是我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那我是希望说，如果你在一个目前的环境是处得不开心，那也许你可以期望未来到下一个地方去，然后也许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地，所以就把这个心情跟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一个人的毕业歌。钟声响起，教室里充满欢声笑语，时钟一分一秒前进，我想尽快逃离这无声低语。还是我也应该学习如何改变自己，融入群体，试着提起勇气，话语却被淹没在冷淡的眼神里。你的温柔一点一点入侵，将我紧闭的外壳凿开了缝隙，在我空虚乏味的生活之中，你就是那道唯一响起的旋律。在这无边无际广大的宇宙里，我不相信无法找到属于我的天地。从前抱着希望的自己，是否还在那里？也许我可以试着敞开心房，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得到信任或欣赏。盼望毕业的那边就出发，总有个地方接受不一样。我以为隐藏了个性，是否就能获得存在的权利？却没想过这幅已完成的拼图没留下任何空隙。出乎意料的是和你之间无谓琐碎的小事，放不下的尊严终究解不开的误会变成死结，只能一点点体会后悔的强烈。在这无边无际广大的宇宙里，没想到容不下一个属于我的天地。抱着希望的自己早已消失殆尽，也许我从来都不该敞开心房，也许我从来都不值得被信任或欣赏。盼望毕业的那天就松绑，抛开所有天真浪漫的失望。执着让
是属于我的一点点滴，从眼前抱着希望的自己还在我的怀里，现在我拥有朝向未来的翅膀，再带上曾经你给予我的力量和信仰，啊，过去的失败都遗忘，从今以后不再怀疑我的方向。毕业了，毕业了。歌词就不是在讲这个，傻眼，你们就乱说了。讲一下这个一人跟一个人的毕业歌啊，就是我学生时，对，那幅画的内容的那个，就是我可能在学校相处比较不愉快，那但是我班上的同学啊跟老师他们感情都很好，就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就是被排除在外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既然他们都那么舍不得毕业，我一点都没有舍不得啊，我反而是期望赶快毕业啊，因为我去下一个地方，我才能够找到新的朋友，新的朋友，新的开始啊，我就不要再在意这些人了，反正他们毕业以后就都跟我无关了，我去别的地方找新朋友嘛，对啊，就是一前面在难过说啊我都没有朋友，然后歌曲的最后呢，就是放眼未来一个期望的感觉，就是哎，我要去下个地方找新朋友了。可以，当时的事就留给那时，剩下就交给我的未来。哎，可以，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小游戏，好，好不好？这个游戏很简单啦，等一下就要动嘴巴了。不要每次都讲话，你讲那么复杂。是你的脑袋到底都在想什么东西？这个游戏成语接力，不动嘴巴动什么？懂的。想要有什么介绍感吗？好，有，我在介绍了呀。你刚说动嘴巴，那来专业主持人介绍一下。对，动嘴巴的游戏。要挖墙。靠嘴巴。好，来，我们接下来这个游戏就是成语接力。等一下呢，只能用嘴巴，好，不能够用笔的，也不能发出声音，不能讲话，好的，可以讲出来，可以讲出来，因为我们后面两个会戴耳机，他们听不到，真的听不到吗？因为真的听很大，那你稍微小，我小声一点，合理合理，可以的，那你稍微给他小一点，好，好不好？然后这个后面两个帮我们戴耳机，然后就一个接一个传下去，这一个猜，好，好的，开始开始，请，好，切，嗨。打他你海大姨好好不能说对来错、哦、好他不管有没有猜对都不能说对再一次哦好再一次好来耶呀打带你姨好好 OK 好 OK 来亚大姨好好来来呀看见就不知道答案呀大大大一大号，哦，亚达一号，我一直觉得是脏话。亚达一号，几个字？对了，四个字啊，对了，亚达一号，就这样，慢慢，亚达一亚达。好，亚当，亚当，什么？对了，OK， 对，亚小小大小亚大一小号号，哎，看不出来，还要说是哦 ，OK， 哦，他也不知道，OK， 好，来拿这来。四个字，猜一下，猜一下，什么你好嘛？什么什么你好，四个字，你也猜一下，你心里也猜一下。你知道答案？我刚讲，是，我刚仿他的嘴型。哦，然后他嘴型做好是这样的。你要帮忙想，就丢给我了。不是，他嘴型我已经尽力了，你知道吗？来，不然这样，你们两个耳机戴上，看他。对，没关系。耶，连。打杀你七号，那不要两个嘴型吗？你好，好下杀七，拿下来，等一下，你有答案？我要出牌，来提示，四个字哦，四个字提示是什么东西嘛？这有什么好提示的啦？不是，他第一个是不是亚达一号图灵机吗？刚不行啊，没有，这不懂嘛？他是前面是两个一样的字吗？不一样，不一样吗？
而且有个好提示，这东西超有名的，超有名的，对，超级有名，超级有名，非常非常有名，连我不知道都知道，非常有名，不用再一次了，你们再看十次应该都一样。我觉得看得出来啊，对不对？其实最后两个没有看出来吗？第一个字你们差很远，后面我一直以为什么顶好啊，对不对？后面两个字，最后一个字对了啦，最后一个是好，知道吗？好，这个是谐音哦，差不多。宜嘛，宜好嘛，什么好什么谐音，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它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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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那我知道了，超级无敌大。我知道了，是吗？对，他应该知道了。来，知道你知道我就知道了。因为他讲出来你就知道了，对对对，不要破梗，什么什么你好嘛，对不对？哎哎，对对对对，什么时候你好？来，我演杰克，来来。来，一二三，给答案，一二三。给答案，你好。不好意思，你这想搞啥？中了吗？三弟王拿倒，乱七八糟。OK， 我们来交换一下，要不要来猜一下？好，猜一下。转。要带。哇哇，可你要穿到耳机里面。很咦，没有变比较小，一样大。可以跟他比几个第几个字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不能说对还错哦。很好哦，很厉害，厉害，厉害。骗我哦，他突然就是觉得这什么烂题啊！来，搞不好就输在哥俩。转过去是错的。OK， 好了，转过去是错的。对，来，我很咚。好，音质还不错。骗，有答案吗？他放空，他没有哎。来，有答案。凯拉都知道，我很好骗吗？哇，我怎么知道？这么简单，还是你听到了？很简单，这是来题。日光浴。OK， 三个字。看一下，再日光浴。字好难哦。对，看不太出来。对啊，换你。口罩。好来，请。鸡。他不知道吗？口罩吗？但是我觉得嘴型有就好了。可以念出。他听不到。他不知道什么东西。鸡蛙撸，其实嘴型是一样，鸡蛙撸一样的，看嘴型是一样，对，看嘴型，对，鸡瓜猪一样哎，鸡蛙，鸡瓜撸，这还要可爱一下哎，厉害哦，撸，他这边词都要可爱哎，表演准，随时都要 ，OK， 好厉害，好来，拿下来，厉害，三个字，拿前面，你有听懂没有？耳机拿前面，你也没听懂。三个字，你想一下他的刚刚的嘴型，嘴型其实蛮像的。嘴型两三个字一个都不对吗？不对，完全不对。三个字，你想一下他刚刚嘴型，自己对着镜头，你自己也可以想一下啊。对着镜头也，搞不好你等下久了就答案。你其实很像，什么？你嘴型很像，不对而已。嘴型很像，快到以外遇。以外遇，有像。以外遇啊，有像。有。最后一个是对了啦。最后一个是对了。玉哦，玉什么玉？三个字什么玉？三个字。可以提示那个什么四声的吗？你就不行，这样就知道了。太简单了吗？三个太明显了。三个字什么玉？有音高就会知道答案。三个字，有答案吗？有答案。所以是日光玉吗？三个字。好，日光玉三个字。哦，他知道答案的。你屁呀！你们两个这是什么？你们两个自己不要。正确答案是日光浴。可是这个我绝对不给过。我不给过吗？因为这靠提示。对啊。接下来这一首歌了。好，这一首歌是什么歌嘞？就是刚才那个恋爱的歌。哦，恋爱的歌要来了。期待。你今天有恋爱的感觉吗？噔噔噔，看起来是没有。没有，我有相酒逢知己那种。有，找到兄弟了。来，这首比较恋爱一点，歌名叫做什么 ？Do you wanna touch me？ 哦 ，Yes I do。你想不想摸摸我？不是。
还有叫丁丁把他蒙了。丁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做 Do You Wanna Touch Me？ 然后它的内容是在说，就是一个女生在恋爱中呢，胸有成竹的感觉，觉得呢，我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心爱的人，非常的有把握的一个感觉，然后是一个比较甜蜜，然后又同时又有一点成熟恋爱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的曲不是我做，但是词也是我写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首歌来体会到一个有点心动恋爱的感觉。那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 Do You Wanna Touch Me？We're getting closer. What's up, 空らした目線の先には何も隠してる見えすぎた嘘近づくためならついてしまうよ暗い夜を切り裂いてパーッと明るくなった一つだけの光になる何を望む叶えてやる Do you wanna touch me? Even try to feel me もうすぐ始まる Three, two, one そっと抱きついて何度も揃える私のようになれる心臓めがけ打つよ気づかぬうちにやられるわもうどうにかして手に入れたよ触れた瞬間全て独り占めするよ You will be my boy夢になってみた運命の恋はまさにこれだったシナリオ通り二人で描こうラブストーリーあなたの出会った時からいつも甘くなってきた一人だけ憧れてるの何を求む全部あげるというわけもうすぐ弾ける行くよもっと抱きしめて何度も染めるあなたの色になる笑顔仕草背中まぶたの裏にやりついたまた会いたくなってどうしようもなくて眠れぬ夜はすぐに駆けつけてゆくよSo do you love me?
度，要恋爱的影响。我有分成恋爱的跟就是在一起一辈子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哦，正常啊，对啊，正常啊，一定有，就有些是适合拿来交当男朋友，有些适合当老公，也有的人都适合，对，也有，这个很难，但是很少啦，是头发卷。所以那如果以现在的你的话，你会想要的是哪一种？交男朋友的还是找永远年轻？应该我们现场有没有人感觉像男朋友？后台也可以选，要这么不熟没办法，所以他要熟的，我们他比较对，我一定要先认识，先认识哦。但如果是恋爱的，也不排除就是一见钟情哦。如果真的就是长相非常非常是我的菜，你的菜是什么？大概。有什么艺人吗？举例艺人啊，这个讲出来很不好意思。不会、啊、不会不会，就被人家发现你喜欢怎样？那你大概形容一下。你讲完说粉丝讲假的，他们也相信。是我喜欢比较白一点，比较白一点。我只有晒黑了，真心。我懂。我最近没有，我喜欢眼睛大。你是不是说白色？我喜欢眼睛大的。哎、欸，不要吵了，人家在讲呢。眼睛大的，对对对，比较白，然后眼睛大。对，然后就是比较不要运动型，不要运动型，不要运动，不要运动。我们这样子是斯文的吗？是哪一种运动？就是不要斯文一点的。什么意思？对对对，斯文的，我不要那种喜欢打球的。哦，高发型斯文的，因为他喜欢白白的。打球的不要，不要白白的，身高。就比我高10公分，高哇，比你高，站起来一下，站起来一下。我穿有跟的鞋子的时候，就大概会超过165。哦，那没什么问题啊，你大概都超过了，175 OK 啊，一般都超过了。好，还有吗？白白的性格嘞，性格我不要太强势的，我不要太强。哎，等一下，现在在讲恋爱对不对？小奶狗系列的，你喜欢小奶狗系列的，你继续。就是线索给的多，我们下一集主持人就会换，就不会再看到他了。我要真的很心动的，心动可以让人很心动哦，会撩你撩你的那一种，会心肺复苏术。恋爱的完全不排斥，油腔滑调，对，油腔滑调，喜欢油腔，OK， 他喜欢油腔，喜欢油腔，奇怪，一点点可以恰当的，我们不会不要太乱掉了啊，还可以。那如果是结婚对象呢？结婚对象就是完全相反的类型，没有完全相反。这整件事情超级矛盾的，结婚的对象的话，黑黑要运动。不，结婚的对象我要就是不要强势的，然后不要强势的，对，然后最好就是听我的。哦，我懂，结婚的是要听他的，对，是，可以供他一直去死。就是恋爱那个，我可以为他奉献。哦，可是结婚的要在一起一辈子，那恋爱的更便宜耶。占便宜啦，恋爱人比较开心的。这样先生不是很难过吗？可是换句话说，我也是占到他的青春。哦，也有可能他青春的时候跟你一起成长。哦，好吧，那我们突然变成爱情诊疗室了。不要把中间音乐全部切掉，然后上一集跟下一集那个恋爱就做起来，对对，就对了。新单元的恋爱我可以聊超久。是。那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可以再对对聊恋爱。这个大家这个刚刚永林有说出他的一些理想型，就大家来这边油腔滑调的，小奶狗的，然后我们分两边呐，你一边是要。恋爱的恋爱还是结婚的，还要看，那再等一阵子，对，再玩完再回来。没错，结婚这个可以先认识，先培养，啊，我先跟恋爱的，然后年轻的时候油腔滑调，对，你要先知道，就是他只是先培养你，但是他中间过程会有很多恋爱，会很多。这边给你一点时间，你可以来宣传一下你的 IG、Facebook， 还有你的作品，在哪里可以听到，或者是哪里可以看到你现场演出，这边都可以帮我们说一下。来，请。好，那就是我的Facebook 叫做台湾人的永林，然后因为弯跟的就是都是日文，是可能会不好找，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在这个学生现在风音乐的那个专业上面就可以看到。然后因为我没有 IG， 就是我没有跟上潮流，所以就是只有 Facebook 可以追踪，但是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因为我的原创曲就是都会放 MV 在 YouTube 频道，然后我的原创曲也都会上架到大家习惯使用的数位平台，比如说 Spotify 啊、YouTube 之类的，然后什么 Apple Music 我全部都有上，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支持我的原创音乐。然后还有平常就是如果大家有去什么可能漫博啊或什么那些的有可能会见到我，对，所以就是希望还有机会就是可以见到大家，今天很开心来上节目，谢谢。他的作品呢，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听，就是听爆了。
好棒，挺棒，挺好啊！我的 Facebook 就是我的每一篇贴文的底下都会有一个地方是写，就是接下来几月几号几点，我在哪里有什么活动。哦，那也算一个预告。每一篇都会有写，所以就是你只要随便点到我的 Facebook 看，就都会有。哦，想知道更多的永龄的话，想要见到他本人的话，就上他的 Facebook， 然后去关注一下他的各种演出讯息。OK， 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永龄来我们现场，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好，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作品。好，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了。下周六同一时间记得收看我们的学生乐团风音乐。